现在是早晨6:17，我们已经起床了，虽然我还没洗脸，没刷牙，没洗脸。我们现在要先去加油，然后去拍日出，去拍群峰日出。去把油加满，就早上起来差一点点就没油了哈。加满油之后，我们就离开这个小镇子。这个镇子还是比较安静的，温度也很合适，早上起来都有9度了。我们昨天要在那垭口住的话，现在估摸着只有1-2度，起都起不来。说我们离现在目的地大概有55公里，要跑54分钟，差不多1个多小时。海拔这儿只有3700，到了目的地要5000，这是个好休息的地方，有吃有喝。今天准备拍日出，但是看我们对面的山上，这全是云，昨天清晰可见的雪山全不见了哈。而且室外温度已经-0度，晚上超级冷了，我先上车去吧，出来看一眼。今天还在睡觉，然后我们车里边有20度，因为这个空调一直开着，所以不冷。我先不管怎么样洗个脸吧，穿着衣服就出去里头，水泵打开，浴室灯打开，等会儿收拾一下。改了个尾巴，要不然它连这都没了。
这个，幸亏刚才这哥们儿告诉我这个上面穿云可以拍哈，不然的话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这样子，全是雾。不过那几座峰还挺好的，那几座峰等会儿等天亮了拍可以。天彻底亮了，放在这机盖上。他刚才跟我说穿云，穿云。等一下，俩都在穿云是吧？要拍拍那个。西夏八马峰，路面上呀，地面上露出来了哈。我们要把地上的云海一起拍着，光拍风没意思了。云海拉进去，看我们的飞机有没有电，没白起。彻底拍没电，彻底没电，赶紧换电池，幸亏我们有四块电池。重新启动，继续拍。返航点已刷新，请留意返航位置。西夏八马峰现在又进去了，因为拍山峰啊，它可能只有那短短的几秒钟可以拍，或者是几分钟，十几分钟最多，对吧？西夏八马峰又藏起来了，也不枉费我们今天上午起这么早哈，挨了这些冻。一早晨起来，狗还没遛，光顾着拍照去了。看看这，再一次出来变成啥了？啥也没了，彻底的啥也没了。先把小修狗遛一下，我们就要出发了哈。太阳一出来，水汽上升，然后就拍摄的时间仅有短短的十几二十分钟。走，卡子，遛遛去。这小伙昨天晚上就在这儿过的夜，我只是上车转了一圈，领了个奥斯卡下来，这边的一排雪山就不见了哈。全部藏起来了，连西夏八马峰都不见了。哦，那个角角里边还可以看到一个雪山。啊，尿尿尿尿。我们在这边边撒撒龙达。这个风是从反面飞的。撒撒龙达，奥斯卡来过来，拴绳绳。啊，乖宝宝，绳绳拴上啊，乖宝宝。等等，走。这两天每天下雨啊，玻璃差不多有一周没擦过了。这怎么还能擦出沫子呢？我去擦一擦。真的，这还能擦出沫子来怎么？